啊！哈哈，大家好，晚上好。到了，带你看看舅舅家的厨艺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卡丽娜，希望还有美女，但是她害羞害羞，所以慢慢来。对，那是外甥女。大家都很忙很忙。除了新疆和那个诸位，徐家大院团队在工作。对。有。卡桑在上课。对面家大姨妈也是。啊，要帮你忙这边，或者也爱这边帮你忙都可以。啊，好，所以今天的内容就是到这里。还有，这剩下的东西是你的作业啊。不好意思，来，舅舅这里，舅舅就更安全，对。舅舅高。啊哈。一会儿给你买两瓶饮料。哈哈，这个。再给你买两瓶饮料。讨价还价。头发这么乱，我给你们舅舅这个孩子，我担心。对。不要，肯定不行的。担心安全，安全第一，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卡丽娜。希望还有美女，但是她害羞害羞，所以慢慢来。对，那是外甥女。现在我们要带她去看我们家的葡萄。她说不要很快。啊，好的，注意安全。姐姐去不去？好的。姐姐不去，那我们出发。她要去买东西。啊，好的，那我们走了。舅舅。舅舅在这里，走。好了，那我们出发。出发。你顺便拍个风景。不要担心，舅妈是老司机。树丫一会可以学。谢谢，可以。玉米快熟了。到了，带你看看舅舅家的厨艺。我高烧啊！等一下。啊！怎么了，亲爱的？亲爱的，是我。他不好意思。对，那你帮我们拍一下葡萄吧。来。你怎么？咦，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阳光玫瑰。哦，徐家大院团队来了。好了，上。走，我们看一下，因为前两天下过很大的雨，所以要注意啊。对，葡萄大了。睡觉 ，Let's go。你们先走。为什么有这个碗？要防鸟啊，防鸟。啊，但是不能进来吗？不行。哦。因为你看，爸爸才弄的，这是前两天下雨了，你看，啊、那么湿，所以注意安全。大雨。对，先看一下我们的葡萄。你看。嗯。这个。你进来吗？对 ，no， 八九，要这样，对，要这样。啊，爸爸不会打我的屁股吗？不会。哎，小，等一下。那算了吧。把我当很飞的鸟。对，睡觉来，看一下。哇哦，阳光玫瑰越来越大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是我的手。嗯。这是我的胳膊。是我算是比较长，所以进来。哦，树妖，你来放一下自己的手，我们比较一下。我的手比较短。没事没事。你看，现在看葡萄，哎呀，应该早上来会更漂亮。等一下，树妖过来，我不拍你的脸。嗯，好大。还会越来越大，还有一个月时间。你关于葡萄还是他的手？我们来进来看一下。哇哦。其实真的很漂亮。对。尤其是这样看，因为现在没有灯光，但是有太阳，对，也不错。对，这个还有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吃了，基本上8月20号到8月底开始。哇，对，所以8月底就可以、嗯、对开始。哇，真的好大，厉害。可以一直往前走，很长。有你，你刚刚说我们刚开始来这里，来，还没有这些叶子，对，所以还是比较那个啥，比较高，嗯，很亮。对，现在基本上啊，哦，下雨了，拜拜吧，喜欢。嗯。哇。哦，你看这个更大，我的天哪！能吃吗？现在还现在不要吃，还没特别甜，还需要一个月时间，还没熟。对对对，
控制住自己。对，到时候我给你邮寄一些。我这一刻没人帮我。走开，走开。谢谢。运宝，运宝，你们四年没有见面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吓我一跳！哇哦，是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样走路，这样走路，因为这儿有日落，对，很美。问你，那边是克林森，带你去那边看一下。就是这个是阳光玫瑰，对，大大的、溜溜的，有区别，有区别。你看看日落，你看看，很漂亮。这个是克林森，对。克伦生要到9月15号才会成熟。嗯，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？大家甜，红皮，没有籽啊，一口啊，没有籽。对，哦，那太好了。是的。对呀、啊，因为这个。但它真的很甜，很漂亮，很好吃。对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可以，哎，但是它套袋了，你也不能看啊，需要到9月15号。那为什么阳光玫瑰还没有套袋好？因为下了好几天雨，本来今天要套袋，带你去看一下下黑。夏黑已经快成熟了，可以吃了。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。因为我们这里是晚夏，就是更晚的夏黑，早夏已经完了。嗯。早夏有点酸。嗯。所以第一个是夏黑，然后是阳光玫瑰，对，然后是克伦森。来来来，拥抱拥抱，他们俩一直这么。欢迎大家光临徐家大园，自己采摘。自己对，可能路费都不值。哦，刚好这儿有一些信息，关于每种葡萄。对对对对，蓝宝石在那边。我们现在去看夏黑。对，先介绍给大家。你看，一下雨的话，就是有很多这个爬山虎就很快长成了。刚好，因为最近下了大雨。对。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都有雨。我喜欢看看日落。等一下，我还是觉得农村的日落有自己的特色。对，漂亮，因为你看到的都是，全都是麦田、玉米。哦，好开心。走。每次看葡萄，我好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嗯、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感觉。看着它长大。石瑶，你想不想开一下？你坐不坐？ 来我们去看看夏黑。去看夏黑，夏黑可以吃了，但是现在是很有点酸。是、啊。但是我们家门口。啊。就在我们家门口。那从这里到我们家门口有3公里吗？10分钟。没有3公里吧？没有，怎么了？要跑回去。你喜欢跑步吗？因为昨天你不是明天要体育打卡。还喜欢跑步吗？哦、对，长跑。那我们要对对。那我们拍一下你跑步。不要、我们告诉老师你跑步了。不拍脸，但是拍你跑步。对，那我要开始跟着舒瑶。哇，就拍张照片。耶、yeah ！不要跑。他说他有朋友在，所以他不好意思。所以朋友们要仔细的看看。哇！啊！大家好，晚上好。坐地下也 nice， 真的很棒。那我一会去看夏黑，夏黑就会特别黑。夏黑特别黑，你这么给他这样做广告，大家会不会担心？晚上大家会看到黑色的葡萄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赶紧出发。对，要不会真的变黑了。对，要回去吗？哇塞！你看一下，那边是橘色的。对对，需要休息一下。还有右边是蓝色的山、嗯、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，这个点风景很棒、哦、后面都是蓝蓝的、嗯、对，我外甥女，你看，加油努力。哦，看一下，山是蓝色的，玉米应该熟了，我们可以去那里看一下。就看一下，你懂的，我们就是去看一下。你懂的，我懂的。好的，他已经走了，那我们要快一下了。他们两个遇到两只猫，这次看到光是这样的，哇，落日是这样的，好漂亮。第一次，嗯，
大家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。哎，啊，还捡了个。对。茄子。好的，那我不拍了。走，那我们回家吃饭。不要担心，怕什么？对，又不是那个什么。我出去了，不是我故意的。再做顿饭，再做顿饭。叔，知道吗？啊？再准备做什么？蒜泥鸡翅。什么？哦，姐姐做的鸡翅。你们喜欢吃吗？妈妈弄的那个鸡翅。嗯嗯。来尝一下，其实我很喜欢。对，煎一下，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。试一下。嗯。哆来咪发嗦来西。好。鼓掌。不好意思了。